大家好，我是 MyFan 的 Jason 贾森。那我想了一个方法，要怎么让我的客厅在不做大调整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的有生命力跟活力。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一个方式，就是加入 Nippon Momento Special Effect Paint。那如果你看这个 video 的，你就会发现呢，到最后我家的客厅会变得非常的有生命力跟活力，而且重点是不用做太大的修改。那你也知道，在这个家住了很久，你也希望你的家可以永远都那么的有生命力跟活力。那至于这个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我会选择它，最后你就知道了。那墙上的 masking tape 已经粘上去了，马上呢就需要为我客厅的这一幅墙来个大改造。那之后呢，就是客厅会看起来更加的有活力。那今天我选择的就是 Nippon Momento Special Effect Paint 的当中这个系列哈 ，Cloud Gold Sunkissed Citrus CG186。那这个颜色呢，跟我的主墙的颜色是有点相近，那可是就是来个搭配这样子。我要开始了。是不是觉得我家的墙壁或者是我家的客厅突然间焕然一新跟很有活力的感觉？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 Nippon Momento Enhancer 系列，就是因为呢它的感觉呢跟墙纸很像，可是它又没有墙纸所带来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比如说我们在粘手机的 screen protector 的时候，它会有 peeling 跟 bubble 嘛，对不对？可是当你 apply 在你的墙那么大幅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如果你没有小心处理的话。可是这个这样子的系列呢，就不会让你有这个烦恼，加上它很容易照顾，同时间它也不会让你墙壁表面凸起或者是有脱落的感觉在那一边。那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担心，因为现在好像这个万物涨价，什么都在涨价，就想说，哎，我要算清楚一点，怎么去让我的客厅啊，或者是我家变得更加的有活力跟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个系列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理，平靓正，大家都负担得起。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这个店去看看。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在这边住了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啊！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油漆的，本来油漆的那个做拿主意的人是我妈，可是今天我可以做主 ，yes。